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大家好，我是任俊，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。那为了呢提供更多的资讯哦，以及更好的一个教学哦，还有让各位投资朋友们了解我们的操盘技巧哦，所以呢，洪老师特地成立一个风情操盘式的 YouTube 频道。那你可以在这里面呢了解说，哎，老师在操作的原则，还有我们在操作上，包括怎么用金流选股哦来选择一些好的标的。比如像说三幅画的部分，比如像说圣衣的部分哦，那这么多的技巧，我没有办法在节目上面一次把它说明完毕，所以呢，你可以趁这个时间点加入洪老师的 YouTube 频道 ，OK？ 然后呢，你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那你加入这个频道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看到很多老师的盘后的一个节目哦。所以呢，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，手机拿起来哦，扫这个 QR code 哦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一，好，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跟大家聊行情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呢，加权股价指数的部分是一个开低走高的一个格局啦。那早盘一度跌了100多点嘛，那尾盘呢，现在盘中又拉回到平盘之上了。这是贵买市场的部分也是一样哦。那今天其实目前为止都是收一个小红 K 的一个状况哦。那我认为整个投机的这个气氛啊，它已经开始降温下来了。那如果说我的投机气氛降温下来之后啊，接下来就会吸引很多的资金开始在回流，比如像说一些市场上的大户啊，或者是说有一些比如像外资的部分，它就会开始做回流。所以呢，你在这个位阶点上面，你会看到很多利空的消息，包括疫情嘛，本土疫情开始在升温了，然后呢，包括第二个美国升息的部分，那我认为这些全部都是垃圾，他们都是假的。就是拿来吓你而已啦，那你要习惯啦，你未来要习惯，就是说本土疫情开始在升温，但是股票市场一直涨，然后呢美国开始在升息，股票市场一直涨，这个未来你都要去习惯它。所以呢，这些利空都不是重点，重点在于哪里，还是在于筹码的部分哦。所以一个好的老师，他要知道什么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。所以呢，在12月份的时候，当时呢我跟大家讲什么，来帮我看这边，低档布局好股票，历史新高数钞票，对不对？当时是12月14号嘛。那我们看哦，当时加权股价指数的时候，当时是跌了多少点？12月14号那天跌了172点，同样在这个节目当中，我跟大家讲说，台北股票市场未来会创历史新高。我当时跌172点，跟大家讲这句话，大家都动作要笑哎，每个人都说洪老师你疯了。这个时候不去放空，你要更待何时？可是我就跟你讲，我看到的未来，它就是要创历史新高啊！我看到的一个机会点，它就是会往上去做成长嘛。所以呢，你当时在12月14号那天，我们看加权股价指数哦，就是在这个位置点上面。我没有告诉你说最低点下去做布局，可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开始去买股票，对不对？那你的买点是对的，后面有没有创历史新高给你看？有嘛，它就往上冲高了嘛。但是呢，反过来它要跌的时候，我也知道啊。1月4号那一天有没有？1月4号我的侧标是写什么？融资过热不追高，等待拉回。我告诉你，它会拉回，它会跌嘛。所以呢，连续三天加权股价指数跌得稀里哗啦，我说这很正常啊。甚至贵买市场呢，哦，贵买市场连五黑，有没有？半截七彩都被惊死人啊。但是又怎么样？如果你1月4号之前你就知道说行情本来就是要跌的，你会因为这个下跌而感到害怕吗？不会，因为你知道原因是什么，绝对不会是什么疫情的关系，也不会是什么升息的关系啦。我告诉你，一切都是筹码，就是筹码的关系。所以呢，我一定是看到有一些讯号。当时在12月30号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讲说，贵买融资维持率 179% 哦。可是当休个假回来，指数还在创新高，居然贵买维持率只剩178%，也就是说，其实我的融资一直在往上升，我的维持率一直在往下降，这个叫做背离的走势嘛。背离乃为操盘手之最大警讯啊！
当你看到了有背离，那你就要有警觉心，不是底下一直在哭哭溜，一直追股票，这个也好，那个也棒，然后呢，买了一大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对不对？你当时一买下去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很开心啊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没有卖的话，那你我相信最近你都不会觉得很开心的啦。所以你一直看到说融资维持率啊，一直往下降。当我的融资维持率从179降到了175，甚至降到了173哦，那也就是说，当时用融资去买股票的人，到目前为止真的是一个亏损的状态啦。那融资它有放大杠杆的效果嘛，所以呢，它在放大杠杆的过程，就会造成那个损失亏损的更严重。所以我叫你先等等，先 hold 一下，融资维持率真的要来到哪一个位阶点上面？比如像说来到这个位置点的时候，它才会开始去做一个反弹，它才会开始有像样的一个反弹。可是当真的来到这里了，比如像说今天的融资维持率，你1月7号的融资维持率真的来啦，跌到了169，对不对？不论是上市还是上柜哦，维持率都来到了低档区咯，都已经来到169%咯。这个时候啊，利空就出来了，是不是有人开始在吓你了？告诉你疫情怎么样啊？告诉你现在美国要升息啊，所以你千万不能买股票啊？是真的是这样吗？所以我说看得懂跟看不懂很差别是很大的、啊。就算未来行情要涨，你要买对标的。如果你买的是过去的荣耀、过去的主流，那一样没有用。所以同样的、啊。现在投机的部分它已经降温下来了，你现在再去砍股票没有任何的意义。但是投资它要回来，那这些资金它要买什么，我们要把它 focus 起来、啊、所以我说未来的焦点还是在车用跟半导体。你现在呢，趁着回档的时间点，你要赶快去买所谓的车用跟半导体这些被低估的标的。所以呢，我说操作上面一定要有公式，要有方法嘛。你就看到说，今天大盘为什么会开高走低？因为台积电拉上来啦。台积电早盘是跌的，现在呢翻红上来。当台积电一涨的时候啊，指数自然就上来了嘛。可是你说，包括航运、钢铁有上来吗？2603长荣有没有？我说过去的荣耀它就已经过去了、啊，这是2609的阳明也是啊，过去的荣耀就已经过去了。那现在居然是以台积电来领军。那我们就是要以台积电为出发点嘛，所以呢，我一直在这段时间，我跟大家聊，你600块钱以下的台积电，你要逢低的来去做布局动作，不是一直去买钢铁，一直去买航运，也不是去买元宇宙啦，你要以台积电为核心当做出发点，包括这里面包括材料的部分，包括设备，包括 IC 设计类股嘛，你钱多，你的资金量足，那你就买什么？买台积电啊。虽然市场上的专家他们不会推荐台积电这种股票，大家觉得它是大牛，但我认为它会是一档标股，它未来会是一档标股，会飙到让你吓死你。那如果说台积电会涨，行情会差吗？它不会差，可是个股之间不一样，有一些过去的荣耀它会继续跌，但是呢，未来的新兴它就会跳起来了。所以包括材料的部分，包括设备，包括 IC 设计类股都是一样。所以我说台积电非常的重要。1月13号它要开法说会，那这个法说会之前，台积电如果先跌很好啊，台积电先跌那就容易涨，反过来如果台积电是直接涨上去了，那法说会就容易变法会。所以我觉得跌下来并不是坏事啊，乖离过大本来就会做收敛，收敛完毕之后再来找下一波涨势啊。那台积电会涨，更不用讲相关供应链了嘛。所以当时我在做三幅画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谈什么？半导体容器的回收，台积电独家供应商，是台积电来找他去做半导体回收的哦。因为这他的技术，全世界只有他一家有而已。所以台积电不找他，要找谁？没人了啦，就他一间而已啦。但是我在做三幅画的时候，打给每一个人都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，也不知道说原来化学股这么会涨。但是我从一些面向当中，我可以发现得到，量占比的公式从1500跳升到300，这一根一根的大量长红棒就已经预告积极高票开西五郎的逃位啊。那有人偷买，我知道强势股回档站在买方，那时候三幅画64.4元，强势股回档买，你敢不敢买？这种高票没去啊。它没有涨停，它也没有大涨，
你看今天很多人都会告诉你要去买什么，买富财啊，买什么今天涨上来的股票啊，啊，他们讲的跟昨天的都不一样。可是我告诉你的三幅画，就是我从9月30号下去做布局，我就跟你讲，我当时在买，我有没有设定它马上就要涨？可是呢，我相信它是被低估的。我也没有说涨停板之后呢，再画个圈圈回撤回来，有没有时间倒流？然后呢，涨停板我买在这个低档，这种没更小的代机哦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市场上面太多人这样做了，但我不屑，我真的不屑，因为我可以低买，我干嘛去追高？当时的走势就是如此，扣讯为证，会员为证啊！你的老师拿不出这种走势来啦，因为他每次都是回溯的嘛，他每次都是回去再去找买点嘛。嘿，高票那我扣零，好厉害，你走啦。所以真正的扣讯，它必须长这样。当你的买点是对的，后面才会有亮灯涨停创新高，有没有？78.6元创新高，86.4元创新高。啊，你低买的涨停板没锁住没关系，你被用洗去。那你如果被洗掉，后面才有扎实的第三根亮灯涨停。所以一路的创新高上来，来到96.9元，波段涨幅43%。很多人觉得赞啊，老师三幅画涨43%了呢，要不要卖？我说卖什么卖啊？你不要，你只要不是追高的，你拉回，你要站在买方来去做布局。一档股票，它要涨一倍，它要涨两倍，它都是涨10%开始。那我的成本都已经拉得这么开了，它不会让我停损，我干嘛去卖掉它？所以这就是观念上边的差别嘛。很多人看到自己的股票涨，会很想获利了结。可是我看到我的股票涨，我想要再加码。可是加码跟你买第一次的位置是一样的哦。强势股回档，站在买方来去做布局，空手者回撤支撑再买83.1元。你可能觉得我疯了，涨那么多再买，对，我是疯了。我涨那么多，我还是一样可以买，因为我买的太便宜了。我一开始买的位置就很便宜啊。那你的买点是对的，后面这一根亮灯涨停板上来，你才赚得到，对不对？创新高上来之后，你才抱得住，对不对？当你抱得住，后面来到116，后面来到123，有没有一路的创新高上来，来到130，来到141.5元？哎，我都一直追踪它，我都告诉你不要卖，162块钱不要卖，有没有创新高？然后呢，178块钱不要卖，创新高来到187块钱，这样涨178%。有没有很猛？光12月份一个月就涨超过一倍了啦。那你就知道啊，我们怎么下去做布局，低档怎么下去做布局的啊？甚至来到187块钱，我告诉你，我还要再买，你可能还会觉得我疯了。可是呢，我要买，我不会去追在这里啊。当时我怎么说的？我说三幅画，短期涨多会被警示，波段还有空间，手中持股续报，空手者必须等拉回再做加码布局，操作上不要急啊，等待警示啊，还有买点，还有买点啊。所以我说，为什么我每天讲三幅画？因为它还有赚钱的空间啊，它还有机会啊。可是机会呢，取决于说你必须是低买的。你不是用追高的方式，否则有人是套在这里啊。我当时叫大家不要买的时候，他是在这个位置嘛。如果你当时去做追加，那真的回来你没有机会了、啊。你现在只是在等解套而已，对不对？包括你买96.9元，你一解套你马上卖光光，后面飙到187。那同样的回来啊，强势股拉回，你要站在哪一边？站在买方来去做布局啊。可是你没有call信，你不知道怎么买。所以你觉得，就以三幅画来讲，一档股票可以涨到178%，那你觉得会费是最大的问题吗？你不用多，你只要买这么一张就好了，67块钱、83块钱，我们都有买点跟机会。我们不用讲67块，我们讲83块啊。那你现在你光一张就赚了100块钱的价差，那你觉得会费是最大的问题吗？所以会不会做股票，方法才是重点嘛。所以一个有公式有方法的人，一个知道低买怎么用在低档就能够挑到股票会涨，你觉得这种方法它价值多少钱？所以很多东西它是无价的啦，但是呢，这需要经验，包括怎么用融资来去看行情，这也都需要经验。所以呢，我会邀请你一起来跟上脚步来，我们有专业，你有资金，我们携手合作，一起来共创双赢。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先进一下广告，广告回来继续再讲。
大投顾新年新气象，虎年抢头香，虎虎生风大领红包，三五八让您今年一定发，三五八运达投顾让您今年一定发，速播专线02-2781-0909，二七八一零九零九。运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，帮助您不再望古兴叹，特别开放专线，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。立刻速播02-2781-0909，只要拨通，就让您发很久，发很久。02-2781-0909。运达投顾新年新气象，虎年抢头香，虎虎生风大领红包，三五八让您今年一定发，三五八运达投顾让您今年一定发，速播专线02-2781-0909，二七八一零九零九。车祸现场拍照录影五原则：车祸发生无人受伤或死亡，汽车尚能行驶，应尽速拍照后将汽车移至路边。一、全程注意安全；二、在事故地点后方适当距离处放置车辆故障标志；三、拍摄全景记录车辆终止位置，以标线为参考基准，将周边固定设施如标志、号志等一并摄入；四、拍摄碰撞点、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；五、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，应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之安全地点。人没事，车能动，自行拍照，尽快移至车辆就对了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，我是任俊，在11点呢到11点半陪大家一起看盘。那加权股价指数的部分，我目前小涨了9点哦，可是呢，个股之间产生蛮大的一个变化哦。那我一直强调啦，现在的操作重点主流，你就是以台积电为核心当作出发点，包括设备、包括材料、包括 IC 设计类股，但是你要知道要怎么买啊。否则你看哦，当大家都在跟你讲钢铁、航运、元宇宙的时候，你会把你的资金放在那边，那你就错失掉这个行情啊。比如像说，你看哦，现在呢，大盘还没有大涨，星云已经涨上来了。星云是谁？半导体设备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凡轩的部分也涨上来了嘛。然后呢，3413的金鼎，它也上来了哦。甚至呢，6438的迅德有没有 EUV 自动化机台啦，上来啦。你还在钢铁、航运、元宇宙，那我不晓得你的股票要放多久，那你可以跟他耗啊，没有关系。或许是10年之后，他会再有这么一次机会，再有这么一次机会。但是你想你的股票放10年吗？还是说你要跟着我们的脚步来做一下调整持股，然后把它换到未来的机会吗？我一直在强调，我就是以台积电为核心当作出发点，包括材料、包括设备、包括 IC 设计类股，尤其是台积电。台积电，我们的你只要资金够，我都带你去买。但是呢，一些小资族100万附近的这些股民们，我们当然就是带你去做一些中小型的标的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之前跟大家聊过，比像说三幅画6-7块钱买的啊。那我在买三幅画的时候，它是材料嘛，材料我也不会只买一支啊，包括圣衣的部分，我也下去做布局的一个动作、啊，11月30号下去做切入138块钱，对不对？所以强势股拉回买，它也没涨啊。我的贝喜尊移动摩 key 哦，可是后面你就看到说它涨到164块钱，涨到169.5元，有没有创新高上来探底啊嘛？然后呢，再涨到183块钱创新高上来嘛？那我没有叫你去追哦，我说乖离过大，它一定会做收敛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获利了结，但是我不是看坏它，它就是这样嘛，乖离很大，它一定会来做收敛。可是呢，月线它还是上扬的啊，那你回来呢，强势股拉回，站在买方来去做切入就好啦。你只要不要去追股票，有人在高档去追啦，刚好是我们卖的位置。可是回来呢，它就要做停损，可是我们呢？反而在做低阶，这叫做顺势操作，但是逆向来去做思考。所以三幅画我们可以赚钱，圣衣也可以赚钱，它就是
所谓的化学原料的部分嘛，它就是所谓台积电相关供应链啊。那你说星云是不是台积电相关供应链？是啊，它今天有没有涨？涨上来啦。那你说晶鼎是不是大咖呢？台积电设备厂里面大咖的供应商，当然啦、啊，它今天也涨上来了嘛。所以这一些标的，我告诉你，被低估的还很多。但你要知道怎么去做挑选，包括迅德的部分，我在跟大家讲的时候109.5元，那我在这个位阶点上面就已经开始去做布局的啦。那大盘跌有什么关系？跌就给它跌啊！我是说回来正好买啊，我买在这个位阶点上面，我在怕什么？是不是向下的空间有限，未来向上获利无穷大？那我居然咬到了一档股票，我就好好的下去做布局，强势股回档，我是站在买方的啦。所以台积电相关的设备厂，我觉得目前为止都是非常非常低估的哦。比如像说你看迅德，你可能很少听到这一档标的，但是它是台积电 EUV 机台的自动化的设备厂商。那 EUV 机台大家最熟悉的像凡轩，它是做稳压器。像嘉登呢，嘉登它是做光照盒嘛，那它的母公司其实就是嘉登。那它跟嘉登合作去做这个所谓的 EUV 光照盒的储存这个设备，那是不是对这个迅德来讲是有利的？因为它整个结构图都非常清楚啊，它在设计上面当然可以做得比其他厂商好，所以呢，它就取到订单了。那这个订单第一季要开始出货，可能今年就靠半导体啊。那你说它去年的 EPS 哦，不错呢，去年前三季赚了7.4块哦。那今年呢？卡喇啦，去年脚随便踹两下，有没有？会不会赚到快9块？那一个9块钱的公司，然后 EPS 9块钱的公司，股价114块，这种没太凶嘛？你看的你都觉得唉，好像很贵，但我就觉得很便宜啊。不是它涨多了问题嘛，是它现在价值被低估嘛。那假设它如果它现在距离历史新高不远哦。它如果一突破上去，变成整个底部形态完成哦，它一旦底部形态完成的时候，全市场的人就会开始在讨论它了啦。那你希望走在趋势的前面，还是跟在人家屁股后面？但是你要怎么买？涨上来了，前两天跌的时候你真的不敢买，涨上来的时候你才想去追，对不对？我相信你的心情都这样啦。所以为什么赚不到钱，还是在于节奏的问题嘛。所以包括这一档标的啊，3XXX，这也是台积电的供应链哦。它切入先进制程，包括未来3奈米、2奈米都会用到它的东西，都会用到它的东西。其实它的获利也不差呢。我觉得它本益比真的太便宜了，被低估的非常的严重。所以强势股回档，你要站在买方来去做布局啊。我看的东西很多，我看的方向很远，而且我知道说有人在买，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，有人买的股票我才会下去做切入啦，有人气嘛。今天你大风啦，买一百张，那也当买10张啊。我们买个10张，今天它涨上去了，它今天要拉的时候，我就坐在轿上了。所以我在买股票很少去追高。你看这种股票，当时我在买松藤，大概看了没点攻击攻股票没去啊。可是呢，你不喜欢没关系，我自己买就好了嘛。69.9元买的，啊，后面涨到80块钱的话，大家觉得哦，怎么涨上来了？涨上来才去追。啊，追了就套啊！可是重点是我不要你追，我要你拉回买，77.2元买，买点是对的。后面涨到83块钱，涨到89.3元，再涨到93.8元，一路的创新高上来，再涨到96块钱，有没有？这样有没有赚钱？赚钱有这么难吗？很简单啊，就是你一定要低买啊，你要有耐心，你要有信心啊。所以呢，我说我没有看坏它，它目前为止就是回来啊。创高之后做拉回不就很正常吗？那你的底部就已经从这边开始了，那你回来的时候你应该要站买方来去做布局，因为主力大户没有走嘛。所以这一切都是有规划在做进行的。所以我在买松藤的时候，你的老师带你去买什么？买宏达电嘛。现在呢，讲实在咯，现在我的松藤已经比宏达电还贵咯，我的松藤已经超越宏达电咯。甚至呢，2388的威盛有没有？今天破底再创新低。5351的预创今天也是破底再创新低啊，这都创新低的股票啊。所以你说元宇宙会涨吗？我觉得买元宇宙我看不懂，但是车用我看得非常的清楚。未来这10年就是车用电子大爆发的一个时间。那这一档标的
EPS 又高，又是特斯拉的供应，为什么不敢买？那买对了，你要有耐心等它一个大波段。所有的股票要起涨之前都是从10%开始的，那你的买点一定要先抓好，不是叫你去追什么时机点要买，我自然会有call讯，你就等我指令再出发。所以新的标的我也ready好了，比如像说这档标的量占比从800跳升到200，这档和润哦，那它因为切入绿电再加上金融，哎，这蛮妙的哦。最近为什么大量资金开始去做布局？大盘跌，它也只跌一点点。那我觉得回来下去做切入，回来站在买方来去做布局的一个动作、哦。所以台股呢，投机的气氛已经开始降温了，那投资准备要回来了。那你千万不能够错过这个回档的机会哦。那当然，你看了这么久的节目，我相信你已经了解老师的专业了哦。所以我们携手合作，我们一起来共创双赢。现在为了降低大家的成本，新年大红包，新年新气象，虎年抢头香，358，我让你今年一定发。感谢大家接着收看，预祝大家操作顺利，我们明天再会，拜拜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新气象，虎年抢头香，虎虎生风大领红包，358让您今年一定发，358韵达投顾让您今年一定发，速播专线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韵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，帮助您不再望古兴叹，特别开放专线，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。那个速播02-2781-0909，只要拨通，就让您发很久，发很久。2781-0909，韵达投顾新年新气象，虎年抢头香，虎虎生风大领红包，358让您今年一定发，358韵达投顾让您今年一定发，速播。